你天呐，那我是这次参加三级大课第二期的学员。这次参加的今天的那个死亡冥想点化，我这是第二次做。第一次做的时候，我有很多的恐惧，然后还拉了肚子，就是身体感觉有排毒，然后也很害怕，因为看到自己的，当时是看到自己死亡躺在棺材的样子，然后还有祭祀等等的祭典，然后我觉得很恐惧。那这一次第二次做的时候，一开始我看到我的恐惧是来自于我害怕我的父母的离开，然后哭得很伤心。接着我就看到自己躺下来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双脚啊，身体都变成木头。然后我整个人、整个灵魂，就是好像仿佛从头顶这样抽出来、抽离，然后在上空看到自己躺在那里的地上的样子。那再接着，我就看到自己烧成灰烬，然后整个人和地球融为一体，跟宇宙融为一体。然后瞬间，我看到我自己可以是，我感觉我自己只是一个意识，然后可以是闪电，也可以是仿佛有一条龙这样在飞，然后我也可以就是是水是空气，然后我甚至感觉我自己是一个行星，一直往宇宙上空一直往上升，往上升，往上升，然后看到地球的模样。那瞬间我就明白了，我其实在做那个超能力显化的时候，今天就是选很多什么各种物理的什么定律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选了能量守恒定律。那瞬间我就明白说，其实我们就是都，我没有失去什么，我就像是一个，我就像能量守恒定律一样，我只是转化成意识，我就是即使身体不在，可是我还是在，我的意识还是在。今天就是我的很有感触，我觉得死亡是轻松的，并没有这么恐惧。谢谢。